王宝强是草根的代表，全国观众见证了他从草根成长为明星的过程。自从他和马蓉离了婚，更是一心扑到了工作上，电影综艺节目更是成为了他工作的重心，可想而知他又挣了多少片酬。如此雄厚的经济实力，开的车自然不会差。王宝强在刚有名之后，也是很快给自己配置了一辆车，是30兰德 SUV， 长宽高是4705×1810×1680，轴距达到了2670毫米。这款车也是有好几个配置，每个配置所搭载的功能也不尽相同。王宝强开的这辆是2驱5座风尚版的，搭载了巡航防碰撞系统， LED 大灯即使在雨雾天气里也不影响它的穿透力。自从王宝强名气大了以后，他又买了宝马 X5、兰博基尼 LP640、法拉利458等豪车，这些豪车足以匹配他的名气和经济实力。宝马 X5 价格在76万到113万之间，是宝马第一款四轮驱动的车，目前在售的是第三代产品。自从1999年上市以后，在性能方面做出了不断的改良和提升。在宝马 X5 上采用了宝马最新的技术，四轮制动 AST 加 C 和 DSC3 系统，足以保证在任何路况条件下都能输出强劲的动力，满足驾驶需要。而王宝强现在最经常开的是一辆法拉利458跑车，原本是买给他媳妇儿的，结果这款跑车是中后置的八缸跑车，比法拉利原有的后置发动机基础上有了巨大的提升。它搭载了4.5升八缸发动机，这也是458的由来。这款车沿袭了法拉利跑车一直以来的优良性能，希望王宝强早日拍出更好的电影来回馈喜爱他的全国影迷，也能在事业上爱情上能有更好的进展，这样才能赚更多的钱去买更好的车。